好多观众都叫我新手。今天我们来玩晋级赛，淘汰赛的晋级赛。第一张图就玩到秋名山，秋名山大家的印象可能觉得非常的困难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是我唯一可以，可能唯是唯一可以赢的机会，因为太简单的图我赛不赢人家。我现在是最旁边。我一定要赶快切入那一道，不会撞到那个前面那个护栏。嗯，我再玩就不太适合继续讲解了，边玩还能边讲解，那就太厉害了。在这里。这部影片里面也许会失误，我不会把它剪掉。只要我晋级成功，这部影片就会完美的保留在我的频道里面。我现在是第一、第二名的角斗。为了快速，我们直接退出，这样赢人不会被扣，还可以跳过那个动画。现在已经一个勾了，我在这四浪里面，只要这两个勾，不管你几个叉都可以。那第二张图是什么呢？月光之城。小草要回去当太赛奥之王，可是这张图非常的烂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加油吧！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会拍月光之城。那如果到时候还是拍了的话，那就再说吧，应该短时间内是不会拍的。好，开始吧，月光之城，希望可以赢。那我现在晋级赛，哇，撞掉了，我的氮气被撞掉了。因为只要在这边集到一个氮气就够了。只要在这个弯里面可以有一个氮气就过。今天要被超过了吗？没有，还没被超过。那不用甩啊，那我们在这边敞开一个氮气。目前已经来到第二圈了，还是第三名的状态，一样强开一个氮气。快点不要死，快点不要死。
对呀、啊，就第一名，从来想过第一名，哇，救护车，救护车在旁边呢，哇，每次听到救护车声音就觉得又有一个人需要被救了，啊，又有一个人受伤，对不对？或是又有一个人生病，觉得那个很同情那个人，一定是非常的痛苦，救护车里面。啊，这不是重点。第三场，你们居然那么顺啊！前两场都两个勾，还都第一名，真是网咖，咖咖咖！今天玩的这几张图都是我还没有拍过嘞，那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当我已经拍过这三张图，而且他还没有多一个爱视的录影重播中。这样不错啊。小心到。差点撞到，又差一点撞到。像我会甩尾漂移，但是我最近不常用这个招数，不是招数啊，技巧，这招数太难听了。然后晋级赛只要有前三名就够了，不一定要第一名。为什么？第一名，哇，有点危险嘞！一连续撞了两次，哎，还想要原地甩一个 WCW 或者一个双喷，结果又还撞到，需要加双，那个卡进去，目前我们是第二名。我们居然没集到一个氮气。我们刚刚在那边被超车了，然后稳砸稳打，保持领先优势。赢了，我们第一名，又第一名啊！哇，好神奇！真的超爽的，我们居然连续三次都第一名，我晋级赛已经多久没有达到这种情况。然后今天我们的晋级赛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我们也成功的上了钻石一了，截张图庆祝，顺便当我的封面图，你还是不要好了，我去影片里面截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